球要考验有游击手，我接到了。有听话，不能打安打。打成了一个游击后方的小飞球，遭到了接杀。投得还不错，这个球不打也是好球了。对，有点切到。游击手中村大志哦，前个半局发生两次的失误，这个球比较好处理。对，不然的话也不会后面又多得那么多分哦。如果没有失误的话，其实前一个半局中华队只会得两分而已。因为失误，在后面又追加了安打，还有全垒打，一下得六分。林俊仁哦，今天已经两次了，我看他那么大一只，结果投手的球都从他头上飞过去。今天队友已经有三支全垒打了哦，结果他摇摇头，这球不能打不到啦，太外面了，太外面了，打不到。保送。结果是没得打，四坏球保送。在本届比赛啊，非常亮眼的一位选手，能投能打又能够守备的李成峰，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。应该中暑，状况该舒缓。哇，不过现在方特同学，有点投不进了。对。陈峰表示：“我眼中只有球，没有男女性别，没有看到小那个女生在前面。”他说：“我也没打，都是坏球。”对，都是坏球啊！哇，你没得打。好球！对，进来的就出棒的，想谋杀教练呢。李正达教练说：“忘记。”往前面打，不要打我。平常教练对你们都很好。喂，又打过来拉那么强，这就内角球了哈。硬拉的话，界外球几率高一点。喂，两好三坏的满球数。打一个小飞球，被接杀。客气，不能打安打，里外。尽量能打的球都出棒了。这个要刻意要打这种球还不容易。哎呦，蝴蝶球呢？对啊，弹指球哎，丢蝴蝶球哎。哦，给你弹一颗。哇，这很不错哦，女生练那种弹指球。因为像。日本职棒那边也有这个女生的职棒哦，可是她是去打那种独立联盟的职棒的。那女生哦，打到职棒的独立联盟的职棒，也投蝴蝶球，对，就是投蝴蝶球。因为快速球但投不赢男生呢、对，肌耐力的这种情况，看起来这个球也是蝴蝶球，就是投蝴蝶球。方特能够让中华队不得分的话，一局的话。我这个记忆要记很久。对，陈峰，陈峰，哎，接到了，没有安打，接杀出局。哎，安内有天威了，别再怕安打。纽西兰的投手女投手方特上来，让中华队这个半局没有得分哦。目前中华队还是13-0领先。